咪咪早安，阿妈早安。好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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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游来游去一阵快乐，就是母鸭带小鸭。哇，这个好可爱的母鸭刚刚出生哦。咪咪，你有没有摸过鸭鸭？有。哦，我们来，今天要来做做看，鸭鸭的身上有毛毛的哦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帮它做毛毛的呢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了双面胶，还有呢，阿妈准备了毛毛的棉花，你摸摸看，有没有毛毛的？嗯。哇，我们来帮那个鸭鸭上面呢，哈，已经长出毛咯，我们来看看，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完成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看好，等一下哈。那你看哦，阿妈今天准备了一只鸭子的图片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用我们用最简单的，就是用双面胶。好，一样哦，把你的剪刀拿出来。阿妈说剪掉，你就把它剪掉，好不好？剪这里。对，好，剪，很好，然后再来，好，剪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，过来这，对，好，剪，然后呢，再来，再剪，很好，然后呢，再来。剪，阿妈给咪咪做的都是最简单的啊，好，最简单的美劳方式哦，小朋友在家里也可以很简单的做剪，好，这都是很简单的啊，好，再来，而且东西很容易就拿可以拿得到的啊，好，来剪，好，最后一点点。剪好，你看看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它的鸭鸭的上面，我们贴的双面胶。哇，我们现在要来玩的东西就是把双面胶的纸撕起来。好，来你看看哦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撕起来。哎，好，放旁边。再来，撕起来。你要看看，等一下哦，看看如果没有粘哦，像这样的话才可以。如果粘到，对，就不行了哦，只要撕上面的纸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嗯，很好，来，哇，等一下一定非常好玩哦。再来一个，好。当我们只剩下双，哎呦，哦，你不要去摸，有没有黏黏的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阿妈跟你讲哦，你拿到的时候，等一下，阿妈告诉你原则：拿一些小小的，然后贴上去，小小的贴上去。好，开始吧。你给大家。好，通通给你贴，好。因为你喜欢贴小小的一点点就好咯，再小一点，然后把它贴在上面。对，你要把它打开贴，打开贴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嗯，贴在，把它粘住，粘在这个双面胶上，对，好，再来。嗯，很好，哇，咪越来越厉害了。对，弄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对，好可爱，嗯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放在你旁边啊，好，很好哦，嗯，咪咪好厉害，嗯，好。
要住，啊，黏住哦。哇，剩一点点我们就完成了耶。啊，好，可以的哦。咪，这样其他的可以了。这个就可以了哦，其他的可以了，这样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哦，好，这些多的我们就把它收起来。好，哇，那我们发现呢，哈，这边有一个角角还需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补一下，就在这里还需要一点点。来，你来剪，来剪断，剪到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把它补一下，好，补一下这边，好，中间也可以再补一下，来，再剪一下，好，好，最中间补中间，好，来把它撕起来。一点点，来补它的翅膀。嗯，翅膀发力，翅膀发力。好，啊、哦，这个给它嘛。好，你看看哦。啊，我。啊，你看看。啊，我。我们一只毛毛的小鸭鸭就好了耶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画画，画上面的。有泡泡哦，好，有泡泡，咪咪可以给你画泡泡，泡泡嘞，好，泡泡可以用这个颜色来画，好，画这边也可以，画圆圈圈也可以，好，对，你来画画，好棒。嗯，你好棒，好，可以再绕一圈圈。哇，这明明觉得好，笔要拿好，对，哎，很好。嗯，好棒。好，第三圈的时候，我们换一个颜色，再来换一个颜色。好，你想再去拿一个颜色，不一样颜色来吗？去，把你的彩色盒子拿过来。这个。对，拿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要什么颜色？你自己挑。哦，好，灰色。哦，紫色，好漂亮哦。好 ，OK， 再换一个颜色。哇，漂亮，真的是在彩色圈圈的小鸭鸭。好，嗯，好，再来吧，太可爱了。嗯 ，OK， 很好，好，那这边也给它一个圆圈圈。棒哦，这边也给他一个哦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毛毛的，像有点毛毛的纱布。好，最后一个了哦。好，最后一个黄色就好。哎呀，要全部画。好，画一个圆圈圈。哎，从这边这样子再画一圈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要整个画完。对，好。哎，要整个画完吗？可以啊。那你整个来画，不要画到里面就好了，好吧？旁边也可以画，棒。好，可以换颜色了哦。
在彩色的泡泡里面住着一只小鸭鸭，毛茸茸的小鸭鸭，刚出生哦，它从妈妈的肚子噗出来了哦，刚出生的小鸭鸭。你们好可爱，好，来，可以的哦，那你看看。我要讲个话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旁边要剪咪，好不好？我要剪个画娃。来，旁边这边留一点位置，阿妈剪咪，是咪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咪，好，是今天做的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给大家看看。好，最后一圈哦。OK。好，这一圈可以的哦。好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彩色蛋蛋里面的小鸭鸭有没有可爱。好，来，你拿给大家看看，来摸摸看哦。好，那赶快把它放进去。好，好，来给大家看看，来咪拿给大家看看，彩色鸭鸭，彩色淡淡的鸭鸭哦。好好哇，还有你用的彩色笔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拿给大家看看。嗯，好，跟大家说，大家来试试看。好好，你的好了吗？拜拜。